Oh, hello, Missy.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doing? I'm pretty good. Oh, KY, how are you? Hi, hi. Hello. Oh, hello, hello. Hi, how are you? Oh, you only know how to speak hello and hi, hi? Hi, hi, hi. 我不懂中文英语。哇，哇，你突然间讲这个普通话的是。喂，现在就在路面上你要讲哪种话多？我就想看看。我们小时候就说要被训练到要讲很多即是跟外国人沟通嘛。我们小时候上英文堂。是啦。是吧又要讲。是啦。但是现在可能个旅游情况都有变化啦。是啦。所以我想我们。要講語言啦，即係唔單止英文啦，即係學似你咁樣講啦，講普通話啦。但係當然亦都唔只要講普通話喎，而家係啊，咁嗱，因為咧就依家都變成一種新聞事件嚟嘅。係，咁話説咧喺先進報告裏邊咧就提到打造香港要變做一個旅遊嘅新面貌，咁其中包括咧要發展中東啦同埋東盟嘅市場㗎。咁啊建議咧的士嘅車隊咧能夠提供阿拉伯語嘅服務之上㗎。咁不過後來咧。商務部咧，唔係商務部，係我哋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又會喺個電台節目裏邊咧就澄清翻，其實咧即係希望咧啲的士司機能夠提供阿拉伯語嘅指示，而唔係嗌啲司機咧係學習阿拉伯語嘅。即係喺香港咧，去學習唔同嘅語言啦。嗱，我同阮之健呢一代咧就。是英文誒，同埋我哋平時講嘅廣東話啦咁樣。你咧就外國大嘅，唔係我香港大的。香港大嘅，我而家中學係大到16歲嘅都。都大到好大，係好大。好啦，唔好再纏繞喺大呢個問題度啦。我哋咧嗰陣就係學。英文法文嘅，即係你可以揀上中文或者法文，係中文唔係必修嘅。咁即係其實有好多個語言喺香港入面嗰度要學啦嚇，咁即係當然嚟到出到社會做事啦，咁樣我諗多數都係英文會行先啦，因為都其實叫做世界語言啦嚇，即係全世界都通用啦嚇。譬如話而家喺香港呢一個情況咧，咁似乎咧我哋咧要學嘅語言咧就真係多咗好多啦，要係啊係你。冇去過啲茶餐廳，啲茶餐廳喺啲遊客區嗰度，佢張餐牌係幾個語言噶嘛？係同埋你會見到，即係你會見到英文、中文、簡體字中文、日文、韓文咁樣。我見到有啲，因為可能睇嚟個市場唔同咗啦，有埋泰文。係，同埋印尼文唔同嘅語言咧，即係當然喺呢啲咁嘅餐牌，呢啲係一個好 extreme 嘅 case 啦。即係譬如話你喺香港，你學一啲唔同嘅語言咧，都會即係幫到手嘅。我又會覺得，咁都係嘅。你等於我有一次去到荷蘭咧，我發現有啲人咧，佢哋為咗招來啲遊客咧。凡親見你亞洲樣咧，佢就將佢所有認識嘅所有亞洲語就會同你講一次㗎啦。咁咧佢一望到你咧就哦，こんにちは，係啦。哦，跟住然後見到你冇乜反應咧，こんにちは，係啊。跟住啊，你好，你好，你好。咁啊，成日都係。然後你都冇反應咧，沙瓦迪卡。係啊。即係佢不斷喺度轉啊。係啦。試下你最後屘冇反應咧，佢俾句粗口俾你。係啊。英文嘅字正腔圓嘅。唔係，但係其實譬如喺美國咧，即係華人樣。遇到一些外國人咁樣不停轉亞洲語言去問候咧，其實係勁嬲嘅喎，即係我唔知道你覺得係咪有歧視啊嘛？係啦，你係咪當我係即係其實我講英文嘅，如果佢用翻英文答佢咁樣咯，即係好唔同嘅。即係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嘅玩嘅方法啦，有啲係玩啦，有時又真係可能係歧視嘅，有時係諗住希望招來客人嘅，又純粹係即係佢啊嬲你入去，喂飲杯嘢咁，佢又唔知道你講咩話，咁佢咪不斷喺度拋咯。
蝦到你知道為止啦。咁又唔係唔好嘅，但係都即係就臨尾你唔理佢就唔好啦，咁好啦。嗱，我哋今集咧，我哋即係適逢嚇聽到呢一個新聞之後咧，我覺得我哋都應該學下喎，應該即係都學下唔同嘅語言喎。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揾我哋嘅認真專員咧，就係去學下啲唔同嘅語言，咁啊睇下咧佢今日咧學到幾多啦。大家好，今次我认真专员 Mr. Stick 为了普及阿拉伯话，找了五位的士司机过来，同一位熟悉阿拉伯语的大学博士学习阿拉伯话，看看他们又会学成怎样先。我叫李亚斯，是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的讲师。我会想多些人识的，当然我自己学的初衷都是觉得香港自命国际城市啦，但是可能都是对西方比较有兴趣，都了解东亚，但是中间中东那一部分就是空白的，我都会想多些人对这个地区多些了解。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 Dottali 来教我们阿拉伯文。 Dottali你好，我們有一班同學仔喎，快啲叫老師好先。老師好。Ahlan wa sahlan。Ahlan wa sahlan。好，睇嚟大家都係唔識噶啦，唔緊要。多謝你，我有幾個句子咧係想教的士司機嘅。第一句就係你好，或者係歡迎啦。Ahlan wa sahlan。Ahlan wa sahlan。老師，佢哋讀得好唔好啊？好好好。多謝老師。Ahlan wa sahlan。咁我哋到第二句啦。我哋第二句咧就係多謝曬 ，shukr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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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謝 ，shukran，shukran。第三句啦，我哋好依個咧就簡，依個就難少少啦，就係我而家要去交間啦。Tantahi el munawab。Tantahi el munawab。El munawab。要說明一下，就係其實係標準語，因為阿拉伯文其實唔同地方就會有唔同嘅講法。譬如佢嘅口音或者用字都唔同啦。譬如早晨，會係 sabah el khair。咁但係好多地方嘅口語咧就係 sabah el khair， 即係啲字啊或者口音都會唔一樣咯。Turid el isal wasalna asif。咁啱啱我哋就學完六句句子啦，嗰六句句子咧都非常之實用。老師就話可以俾佢哋學一句廣東話嘅句子，最後譯成阿拉伯文。你哋諗好未啊，同學仔？老師啊，我想問一下咧，呢個因為有陣時咧，我哋搭啲客咧坐的士咧，咁有隧道費咁，咁佢哋又唔明嗰個幾廿蚊係咩意思喎？咁我想問一下隧道費應該點講咧？咁如果行李費咧？電子收費的模式你可以給其他咧，電子付款係啦，有冇其他電子付款不是現金呢？香港太多禁區的關係咧，要話俾佢聽禁區不停得車，所以話俾佢聽前面才停得車，呢度停得車，即係交通擠塞 ，traffic jam， 我要曉路。頭先係由呢邊開始問噶嘛，隧道費係你 rusum anafak， rusum anafak， anafak， anafak。阿拉伯要咩聲啊？跟住行李費 ，rusum el amtia，rusum el amtia， 啊 ，el amtia。跟住咧就頭先你問電子付款嘅方式啦，係啦，依個係adafa el electroni， 其實都係 electronic 嗰個字啫 ，adafa。L-Electronic 不能停車，我明白的 Mana Alfaga Mana Alwak Mana Alwak， 跟住這個就即係我簡單啲，這個是行第二條路 Torika Thania Torika Torika Thania Thania Tonica Fania， 舒坤多謝你，辛苦曬老師你今日啦。我諗我哋大家咧都應該學識點樣用阿拉伯文同啲阿拉伯人講嘢啦。
大家好，又是我 Mr. Stick， 我提供良好的服务，只是学阿拉伯话又怎够呢？所以为了贴合香港旅客普遍的语言，我会为司机大哥问问各位旅客的方言，去教大家讲几句。Hello， 我想问你哋咪嚟香港旅游噶？Hello， 香港人嚟讲咧。哦，香港人。你好，你好，是不是来这里旅行的？啊，谢谢你。Hello， 我想问你哋几个问题啊，可唔可以啊？我想问你哋家乡喺边度噶？长沙。我想有几个问，有几句字，我想你咧教我点样讲啊。好啊。诶，呢个呢六句话。OK。第一个，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凶一点。哦，你好，你好，对，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对，要哎，是不是要个凶？凶，对对对 ，OK， 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对，多谢，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请问要收据不？要，请，请问要收据不？请问要收据不？嗯，对对对，我现在上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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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哦，这是一个语气要重一点。要重，对。哦，要凶。我们就这个，多谢你。不用谢。多谢。OK。Thank you, thank you。Hello， 你好啊。Hello。我想问你系咪香港嘅旅客？系啊。系啊，可唔可以？做個訪問啊！可以啊，哎、啊，哇，好好啊你！我就想問你啊，你係邊度家鄉嘅？我嘅鄉下係杭州。我想問一下你咧，有冇家鄉話嘅？你哋嗰啲家鄉有啊有啊。杭州話。杭州話有啲啊。杭州話。係啊。可唔可以教我講幾句啊？你好，我們家鄉話是說，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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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已經到來就是我，已經到來。已經。已經到來。已經到來。已經到來。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네영수증이필요하세요영수증을드릴까요영수영수증서투증영수증증을드릴리릴릴릴릴까까요요영수증영수증을드릴까요기도그렇게요这个的话，我现在要换班了。哇哇鸡吗？对，瓦班。瓦班啊，那对对。哇鸡咩班？瓦班呐。感谢这又换班了。啊，这个是。感谢这又换班了。啊，一二个。嘎啊。二嘎。二嘎。又换班了。又换。换班。换。换班。换班。他笑我，我哋而家就野心捕获紧埃及人啦，所以咧，我哋而家就问下佢呢几句点样读。Hello, hello. Marh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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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e arrive. Wusal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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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Shukran. Shukran. Yeah. Ayes. Was. Ayes. Was.Was an is neck an is neck nextness sorry chocolate thank you bye okay bye bye今日唔认真社会实验咧又过一段落啦相信大家头先都睇到其实香港呢个地方系集中住好多唔同方言嘅旅客嘅。唔知各位服務業嘅朋友同埋司機大哥有記唔記得啱啱學過嘅句子呢唔記得唔緊要，可以上翻我哋個網站認真重温翻我哋今日學過嘅方言。所以我哋作為好客嘅香港，學多幾步，好客之道。哇！睇完佢哋嘅學習情況，真係覺得我哋香港嘅服務業。有希望啦，但咧其實咧講起服務業咧，之前去日本嗰啲裝藥店買嘢咧，殺貨嘅時候，其實咧已經發現係每一間都會有一個
講中文的專員是專 serve 講中文的客，甚至嗰啲譬如京都和服店咧，全部就已經你冇曬嗰個日文的體驗。個鋪頭都見到咁多遊客啦，倒不如我真係請個係啦嚇誒專人係講佢哋嘅語言嘅，咁咪快啲咯，所有嘢嚇，唔使又嚇，冇需要有中間有個語言有個隔溝喺度。不過即係其實而家都講真話，去旅行嗰個隔膜都已經係細咗好多，細咗好多啊！因為點解咧？因為見到科技裏面個進步咧，好似見到好多地方裏面有一啲人。他問你路，他最直情是即係攞住部電話錄一句，然後俾個翻譯機，然後你聽翻譯機，你喺翻譯機度講翻，然後佢喺翻譯機度聽翻，即係有呢個咁樣嘅狀態。你有冇做過呢啲嘢啊？如果你去外地，即係有啊！我一定咧去旅行之前，如果譬如去歐洲咧，我 search 曬廁所啊呢啲 keywords， 咁我就一定會，我就係拎個電話出嚟咯。即係會俾人嘅。係啊。我自己咧，其實我唔知咧，可能我老土啊，真係。我仍然咧覺得用我把口講佢嘅語言，就算幾爛都好啦，我覺得咁樣好似啱數啲咯。係咪你把聲太靚，成日揾人錄音？呢個其一啦，呢個係啦，呢個一聽就知道我係泰山喎把聲。哦，係啦，呢個我唔可以唔承認嘅係。係咯。咁但係個問題，我會覺得好似我問佢，就算幾爛都好啦，即係都係好聽噶嘛。啊，唔係。都要好，佢都會，我成日覺得佢都會 appreciate， 即係佢都會覺得尊重 尊重你肯講我個語言，即係譬如話我哋有陣時去到喺香港啲餐廳或者見到啲外國人啦嚇，突然間同你個侍應講唔該啊唔該下餃咁樣，你都覺得哇好好啊，你好 respect 我啊，我覺得咧你肯講廣東話咧好正。其實佢哋角度都覺得係旅遊。體驗佢就係想睇你，哇，好勁啊！嗰下，係啦，佢哋都覺得好玩。但係而家，好似阿阮之健話齋，科技嘅進步，我唔需要。係啊，即係我揸住個嚇電話咁啊，打打打撳，係嗱咁樣。不過你有時候咧，我又會覺得大家見到遊客嘅話。咁你咪不妨同佢教多佢一句咯。我即係頭成日都會作住問路呢兩個字嘅，所以我都會教埋佢哋咧講下，例如啊廣東話講蓋係咁嘅，咁樣即係我會補耐性喎。我會補多句嘅，我話哦，你講咗呢句之後咧，即係聽嗰啲人會開心啲嘅。咁佢哋通常都會咧學翻嚟嘅。香港嘅旅遊大使啊，係啊，其實我覺得可以咁樣做嘅。你咪同佢即係講多句，咁佢哋會好開心。OK， 即係你起碼你學翻人哋嘅語言咧，你會覺得人哋即係舒服啲。係，即係縱然而家話喂要講阿拉伯文啊，咁其實你話唔使學，哇係咪咧咁樣？其實學一句。兩句係啊，都 OK， 都當咗自己識㗎啦嘛，係嘛？喺填嗰個語言嗰個列表嗰度咧，冇錯，可以 tick 多好多個㗎啦，喺嗰啲交友嗰啲平台嗰度，咁咪學下咯，咁樣。但係學咗之後用唔用得到又係另一回事啦。係啊，你學到，但係你載到幾多個咧？係啦，成載唔到咁多啊嘛，咁樣咯。好啦，講到呢一度咧，因為係星期五咧。我哋要出現我哋嘅 Oh My God Talent 環節啦！咁啊，今個禮拜我哋請咗啲乜嘢 talent 嚟咧？即刻嚟啊！又到星期五 ，Oh My God Talent 嘅環節啦！嗱，今日咧，我哋嘅嘉賓咧係我哋真係好難先 catch 到佢喺香港，因為咧佢咧有時喺歐洲啦，有時喺韓國啦，有時又喺澳洲係嘛？咁我哋係好難得先至咧捉到佢喺香港嘅時候啊！咁今日咧佢就嚟表演一個神秘藝術。冇錯啦，我哋咧歡迎阿麗兒嘅，唔該曬麗兒。咁啊，今次咧你依一個表演咧，嗱我哋自己就見過啦。其實你練咗幾耐咧？即係玩咗幾耐咧？準備下一年就是我的第十年。嗱，呢個藝術好喺香港比較冷門啲啦。係。咁係唔喺香港裏面去到發現先㗎？係咪啊？都是上網見過的一路都知道有呢樣嘢，但是真的接觸就可能在外國，即係去旅行的時候見到啲咁嘅人做呢啲表演者。呢個表演是你
跟一個師傅學啊，定係你自己係慢慢鑽研翻嚟嘅咧？哦，有個師傅，佢就叫 YouTube 咁咯。好啦，咁啊，即係睇下咧，究竟阿麗兒咧做到呢一個技能咧，會唔會咧，即係令到大家哇，係好好睇，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好好睇嘅，係好正。同埋我又覺得咧，練嘅過程上面咧，一個唔小心咧，都有好多即係受傷嘅機會啊，個成本都高嘅，成本好高嘅，成本好高嘅。而阿麗兒係全職咁樣做呢一個藝術㗎。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俾啲掌聲之餘咧，我哋都要支持一下麗兒嚇。OK， 麗兒交俾你啦個台。Juggling 就係水晶球表演啦，麗兒好多謝你 ，thank you so much， 好好睇啊呢一個，係咪好勁啊？我覺得我成個靈魂吸咗我去過水晶球，係啊，即係個水晶球中間係唔喐嗰下係最正啊！同埋你硬係好驚佢會跌落去喎，啊又冇事喎，好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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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曬麗兒，咁啊今日咧我哋嘅 Oh My God Challenge 咧亦都係完咗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拜拜 ，thank you。記得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撳埋個鈴鈴，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